重拳和举拳。那么肩拳呢，主要就是表现在这个倒卷红。这个倒卷红，如果背后一个人拿大枪，如果照我们的脖子上扎来，那么我们用什么办法能够躲避呢？因为古时候这个是在战场上冲杀拼杀的拳，所以讲它这个保留了原来的姿势，就是这个从倒捻后这里，然后他背后这个枪一来，这个背后拿住他，然后往前边窜出去，这样子就会使他的枪往前躲去，后背就会打到对方。那么胯拳呢，主要在用于敌人或者对方他这个腿向我们这个背后伸来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胯必须得有一个圈能够击击他这个胯。如果他伸到这里用野马分鬃或者是靠来靠我们，我们就会用我们的胯打去，这个就会把他的腿做坏，这个就是胯拳。再有一个横过护灵太极拳里绝传也称为秘传，主要在三角经用很多，它的原理主要是从灵台自疑里边得来。三角经以前先师们认为没有三角经打不倒人，三角经就是外三角内三角。那么外三角呢，就是这是一角，用譬如咱们举个例子，高台马呢，它就是三角，这个手我这个脚，它就成了三角经。等你一拳打来，这个手如果截住你，这个手进行踩拿的时候，这个右手会自动的向你的肩膀泼去，然后这个左脚就会勾到你的腿，在武术上称为套勾点，这就为勾，那么把你勾起，啪，这个就会把你打倒。所以这个三角经呢叫外三角。那什么叫内三角呢？对方一拳打来，或者是拿一个匕首照你腰间刺来，那么你可以分势，很巧妙的分势，用三角经弹给一下子，这样子的话就成了三角经。这是一脚，这是一脚，这是一脚，必须得成三角经。所以横躲护灵太极拳里突出了三角经的运用，也突出了横哈二气，横为合，哈为开，太极者为一开一合而已。普天之下练太极拳，所有的架势和技击实际上就是开合横哈两个问题。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古时想传的击击手法慢慢的被人们遗忘，使后代都认为太极拳好像就是只能锻炼身体，在技击上就差了一截。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再一次向大家展示腾挪护灵太极拳古典的击击方法和现在的击击方法。
第一，六合。六合在架子上的演练和技击上的应用。这个为六合注意他的要求。第一，两手下垂，目光平视，全神贯注，眼看前方，耳听后方。然后并步，抬腿，罗步，松肩，特垮。那么这个是在旧社会叫什么呢？叫长虫大脱皮。长虫大脱皮，古时人在战场上和人进行搏击的时候，背后的人突然来抱住自己，自己怎么解脱呢？如果他抱得很紧，这个向上提他，抖劲，然后打开，这个就是长虫大脱皮。六合的用法，就是一个人、两个人在推手，揽下，揽我的手。对，揽下，这咔是这样子，这就是六合的用法。因为他用两个肘弯把这个劲给他卸去了，然后上步用劲突然打出去，就把他打倒。这把这样子揽肘握的时候，肘握把劲来向下，然后打，然后金刚倒对接六合。这个劲为什么？这个劲在旧社会就叫童子拜观音。这个因为它很短，这是打人的裆部的，在这里就不讲了。两个人在散手的时候，如果说一个人向我发一拳，对，向我发一拳，然后下来，这个手向上托住他的裆，啪上打出，这样子就是童子拜观音的用法。童子拜观音以后呢，引一个小圈，棚捋几案，又一个童子拜观音，然后左举提起一圈，然后下去，然后右举，在右拳的带动下又打，又打一下，称为金刚倒对。这个狮子呢，用法和演示主要是打很短的，第一要打你裆部，第二要打你的心，第三呢就是叫冲天炮。金刚倒对它的用法，因为它是双踢脚，所以这里讲呢，就是一个人他这个一拳照你打来的时候，对，一拳打来，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左脚和这个手成一体，然后咔这样子踢去。那第二下呢，又往后人家一歇步，往后退一步，这个右手啪的一泼，然后这样子一起打去。所以在连贯的使用的话，就是两个手同时它可以使用。你现在就向我发一锤吧，对，啪，两个手打来，对，然后这个脚很自然能够踢上。如果说要想踢倒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但这里
就不能踢了，就是掩饰一下。第三招，懒杂衣。懒杂衣顾名思义，在古时候，为什么要有懒杂衣这个名称呢？就是满清的时候，那个时候啊，都还穿着大衣，明清两代，所以在这个圈问世的时候，他这个懒杂衣，就是这个时候。 拦起自己的衣服，扎起来，然后扎个架势。他弄多了就叫懒杂衣。在文献有句古话：“学会懒杂衣，就把虎来欺。”那么你学太极拳，学了懒杂衣了，你怎么能够把老虎去欺负呢？这是懒杂衣是很毒辣的。懒杂衣架势的演示，一。 二、三，这就是懒杂衣的架子的演示。他在这里站住的时候，他一个人就从这里突然向我们袭来，对锤头也好，然后这个手啊一压下，然后啪这个打上，这个就是懒杂衣。 三手里使用，他的这个右拳向你突然打来的时候，你这个手一掩，这个手啪一下都能打去。下一个六分四臂，两个中签，左腿。 画一个圈，左手向外压去，左肘向左边打去，右手向外合去，然后合一劲再向前推去。他可以以掌尖和掌根两个部位。 来使用，来演练。他在推手里使用的比较常用的，也是常见的。过来啊！到这里的时候，就是六分四臂，这个就是推手的用法。 那么三手里推手，六分四臂用于哪一招呢？它体现一个三角劲。譬如你左手拿右匕首，你突然向我刺来，对，这个六分四臂呢，它首先一个叠劲，它这个叠劲是怎么用呢？就三角呢，往上一叠，啪，往下。 打去，这个就是六分四臂的用法。六分四臂下接单边，单边劲，它是一个三角劲，或者是一个小圈，在推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单边第一个是山劲，这个就是呼伦拳单边的用法，一个拳打来，打，对，打来的时候，这个手山劲，啪，这个手山劲，一定要把它扇倒。那么在推手里呢？ 到这里，再走过来，一走这里，这就是单边。他这突然用三角劲把你带起来，然后再向你
击出就能把你打倒。单边到小擒拿，走单边呢，以护领巾，兰花手，护领巾，然后右肩和右手，看到左边的拳来打我们的时候。 往上带起，脚踢起一圈，然后再打金刚倒对，从接金刚倒对，白合两次，一白合两次，白合两次借斜行。 两个人缠手也好，不缠手也好，他以他的左拳向我们突然打来，对，这个到这里往上一带，这个手往上啪，这个白合两次呢，他还可以用为合劲。怎么合呢？一个人向我突然袭来的时候。 这个就是白合两次，专照脸上打斜行。两个人在推手的时候，那么在闪手的使用，他主要以吃步用劲。 那么是对方受伤。当两个人见面，一个人突然发拳打来，这个是用吃固的劲，把他切倒，这个就为斜行。斜行以吃固。 是对方的背部受伤，所以这个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是人伤害啊。斜行，变小擒拿，箭步斜行。 斜行，变小擒拿，变合手锤，再变面合锤。 斜行，变小擒拿，在推手里和闪手里，它都有位置。小擒拿，转圈。 小擒拿，就是用自己的右手进行旋转，拿住
左手捂卡住他的右这个右关节，然后拿下，使对方疼痛扑倒在地。小擒拿在三十五里主要以气节为主，它是一个盖劲，那么在三十五里。 他是怎么拿人的？如果说看到对方力气很大，对方一拳打来的时候，右手掌根进行旋转，然后拿住，然后这个手左手撑击上去，拿到他这里，再用劲。 拿倒，哎，再用劲拿倒。对方拿枪来刺我，我弄枪躲避，然后枪尖盖下的时候刺向对方咽喉，用甩枪法甩下。这个就是小擒拿。小擒拿的用法很多。 它还可以变为左手拿人，左手怎么拿呢？到了这里的时候，这个手向他缠去，那么这个右红箍拿住对方，他是很疼痛的。好。 看到这里的时候，他这个手只要能够拿成这个样，然后我们这个手就会拿到他，哎，就会拿到他。那个箭步斜行是怎么使用的呢？小擒拿变箭步斜行，一、二，然后开，然后变斜行。 这个他是以右手掌接伤人的一个动作，主要打人打心募穴。看，转推手转到这里的时候，一个手可以压下这个左掌贴住，那个右手啊就这里点上心募，哎。 他很厉害的，哎，他很厉害。再一个是转到下边的时候，你还可以打他心目，哎，还可以打他心目。如果说没有经验的拳手，如果是中了这个道，他自己又不知道怎么解，那是有性命之危的，哎，所以这个箭步斜行在这里必须得简单的讲出来，演示出来。何手锤。 熊，小擒拿，下边紧接着是何首锤，带一个圈。这个在别的太极拳里称为严守红拳，在咱们这个太极拳里呢，就称为何首锤。 因为在旧社会，叫拳的很少，都是以锤为主，是近代才出现这个拳和拳的称法，所以以前的称法就称为太极锤，它不叫太极拳。那么，何首锤在架子里它是博卦，博卦呢，它这个方向是朝东南方。 东南方是巽利方，是代表火，所以他那个必须得打到那里。再一个，翻过身打到西北，那个是代表前方，它是很高的意思。这个何首锤，所以何首锤专打高。
专打快，专打高，专打快。所以他在推手里也使用方法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合手锤的用法。那么在散手里是怎么使用的呢？散手里用法很多，这里我们只讲一个。如果对方以右拳向我突然打来，我以左手掩步，然后以大胆地往前去，以右拳顶住，或者是突然击倒。这就是严守红拳的用法。再一个要用点击性，这个就要打伤人了，这很短，啪，这个是打就要打伤人了。那么摁住你打伤了，那就不会伤。就打倒了也不会伤你。借合手锤，手面合锤。那这里有几个劲，就是外合劲、外绷劲，再走兰花手，这就是面合锤。面合锤的用法就这一点。旧社会啊，咱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搞武术的人见面啊，就是这个行礼的时候，大多数都不需握手，都要用一个这个来代表这个敬礼。所以两个人如果说想握手，那就会用面合锤就会打上，因为两个人一见面，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他突然用他两个手就对自己就按来了，哎，一按来，这个手往上，你看一捧他，这就打上，这个就是面合锤的用法。再一个，面合锤还可以翻用，如果两个人见面，他这个手如果来按我们这个手，哎，一按，然后这个手呢，翻打他，哎，翻打他，哎，以他的劲去翻打他的这个脸面，这个就是面合锤的使用。面合锤以后呢，就是撇身锤。面合锤走撇身锤，踢脚勾一下走下，然后借缠腕打一拳，然后向后打一肘，然后打背着靠，然后撇身锤，撇身锤之后连接合手锤，然后走霸王敬酒，然后走出手锤，撇身锤用法很多。在这里是讲几个常用的招式。撇身锤第一个，它是一人对多人的运动。那么后边的一个人以他的
右背来拦我们的脖子，那前面的人又来想抱我们，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解开这一招呢？所以这里特设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以左手右手垫在左手上，然后呢这两个手同时起来勾住对方的手，然后把对方射到前边，同时前边这个人就要加一脚，并且必须得很准的加一脚。哎，这个哎，对对，这个樊明如果来的时候，如果他要来打我，他没走到你走打来，然后我这个脚不会很踢你，然后这个脚跨先踢了一下，然后啊呜一下，这个就是撇身锤的用法，这第一个用法，撇身锤。第二个用法，它主要是打散手。打散手一个就是右背着靠，当一个人以右手突然向我打来，然后下步扣下，哎，以右靠向对方靠出，称撇身锤。撇身锤以下有出手锤、合手锤。这个为合手锤，这个有霸王经久，一个劲，两个劲，三个劲。出手锤主要用于散手，再一个就是三角劲。如果对方以右拳突然向我击来，我以左手和右手去迎接，然后以他的圈就慢了，用直线或三角镜，然后就突然打去。这就是出手锤。出手锤之后，周底长锤。周底长锤，导念喉，白鹤亮翅，斜行。走菩提心，菩提心，肘底长锤的用法，当对方用双手捋住我左手的时候，我以右拳突然向对方的肋下击去，使对方受创。可以，当对方向左下方捋我的时候，我突然松下左背，以右拳进击对方的肋部，
立下。